学最前面，我姓李，我在日本做过对口立信的工作。我很高兴能当上优秀的杂志。从我开始学习汉语已经有半年了，汉语越学越有意思，今后也会努力学汉语。我没有去过台湾，如果在台湾工作的话，我很开心。请记住我的名字，请都敢叫。